在今天里面，其实我学到顶层设计是很重要的，然后根据老师给我们的那个图这样来设计，其实我们会非常的清楚的我们的架构跟未来，跟从未来看现在。其实我画了这个图过后，我真的很清楚，在四年里面我一定可以做得到。你肯定能做得到，我肯定能做得到。我最坏的打算，我慢一年五年，我一定做得到这个数啊！我因为我觉得98%都在掌握在我的手里了，好吧？所以你们要投就一定要投我，好吧？哇！新加坡有好几家是上市的，所以可以考虑来这里上市。啊，没问题，我们会导致收购他们，好吧？